哈喽，我是波波。之前有小宝贝说800毫升的不够玩，说让我上1升的牛奶波波，没问题，当然安排。玩我们家的牛奶波波的小宝贝的话，应该都知道啊，牛奶波波的话是我们家的一个招牌加水，不掉渣，不粘手啊，不湿手，还可以盖泡泡。如果视频当中看少许有些杂质的话，属于正常现象，因为我这个是在直播间给你们挖过，所以说我桌子不是很干净，它就跟吸灰尘似的。但是你们收到的牛奶波波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。不知道之前秒的那个牛奶波波你们都收到了没有，真的是一致好评。除了快递有些暴力，所以说盒子的话稍稍会有一些破损，还有就是加水的一个特殊性，然后热缩膜里面的话会少许有一些加水，这属于正常现象。这款的话已经上架了啊，然后你们记得去拍就行了。今天晚上七点啊，店铺给你们上新了一个新秒的2.99的一个新款，所以千万不要忘记啊。集美们记住了啊，是单拍不发货，限购的话还是3件。圣诞活动的话千万不要忘记参加啊，买2赠1送限定款的圣诞节盲袋。店铺的盲袋回馈特价的话是不参与买2送1的，所以一定要看清楚活动内容，以免对我产生误会，一定要看清楚呀。啥也不说，挂了吧啊，赶紧去下单就行了。今晚7点啊，老地方不见不散，等你们，啾咪咪。